欢迎光临。你好。啊，孙副总，来，这边请坐。这位就是韩律师，这位就是孙副总。孙副总你好。不好意思哦，刚好会议。这是银行本票，作为保证。好，那待会我帮你拿去影印。哦，不用了，我印好了，屋主看一下。OK， 您看一下，谢谢。这次合约都准备好了，那林先生刚才也签了，你翻阅一下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一样签个名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在想什么吗？这张相片很重要啊，要好好收着。嗯。啊，好。李先生，那这个合约就搞定了，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好，那这份是你的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他的支票都对。对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阿姨，我有跟我听我爸爸说，你什么时候有小孩的啊？亮亮，啊，辛苦了。我这次合约都已经搞定，接下来就没什么事，都 OK 了。哦，太好啦。嗯。那这样我就先离开了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嗯。宋总，我想请教你一件事情，您买这个屋子是要跟小朋友一起住吗？您是不是认识一个小朋友叫廖炳文？嗯，来，孙副总，这里的咖啡，这是刀刀爷蛋糕。你们刚刚在说炳文怎么了吗？你们怎么认识炳文？哦，他很常来啊。他常来？他不是在幼儿园？因为他被霸凌，还有功课的事情，所以我们都很帮他，只是。孙副总，你也认识炳文啊？他就是廖炳文的妈妈。你就是那个不负责任、不跟他见面、不跟他生活的妈妈。我没有。理由一堆，之后简介也没有了。蛋糕不走带，谢谢。你怎么知道我是炳文的妈妈？炳文有给我看过你的照片，所以你想买这个房子是因为想要让他一起过来住。现在的房子比较小，炳文已经长大，要接他过来住就一定要换大一点的房子。那你应该去跟育幼院说明清楚，不要让炳文误会你，你是不想接他还是不想去找他？如果我先说房子却还没有处理好，那不是先给承诺却无法去执行吗？寄人篱下，一日如隔三秋，这样只让炳文等得更痛苦而已。请进。刚刚这封信打电话过来说他不剪片了。啊？为什么啊？他说孙副总就是炳文的妈妈。你说什么？现在是怎么一回事？他说他没有帮这种人剪片，换作是我，我也不会。哎，你们十七年人可不可以冷静一点？先不要这样嘛。芳心在哪里？哎，没事啊。哦。哎，我问你啊。要问什么？你干嘛啦？我要问你说，你有没有设计相关的书？我想跟你借一下。哦。啊，怎么突然要借设计相关的书？哦，因为那一天我跟子瑜去看展，可是我就不知道可以跟他聊什么，所以我就想说多了解这方面的东西多一点，这样可以看到共同话题。所以你是感受到叶明的压力了哈，这跟叶明没有关系啦。
哦，你说没有就没有，但是不错不错，这样很好，我喜欢。嗯，是。哎，你说谁不错啊？说何宽仁不错啊，他去借色借书，想要多了解一下子云的内心世界。哟，不错的哦。那你呢？要不要去借一下策展的书啊？吴总买策展的书，去了解一下 K 的内心世界啊。这不需要吧？何宽仁，我帮你借，交给我。是。哎，嗨，雪明。雪明啊，你不想做的话，你也得给人家一个理由嘛。理由就是我不想要帮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做活动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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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外部帮忙剪辑啊。哇，一个不想做，一个不要剪。你们十七连人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子？哦，总监，我们十七人可是分得很清楚的。啊，先让我把事情查清楚，我就打给韩生，说不定这中间有什么误会啊。你叫韩生可以不要帮他。那你要亮亮不做生意吗？总监啊，我们十七连呢视金钱为粪土。好了好了，很有正义感，很好啊。哎，但是啊，我们是有先签约的，我必须要维护我们公司的那个商誉啊。秀，你就看这光心就要去剪片了，不要啊！好，哎，要不然这样子好了，我先去了解一下怎么一回事啊。如果是他错的话，大不了我们的成品就不要交出去，但是前提是我们先要把作品给做出来啊，啊，要跟着那合约的期限走嘛，啊，到时候做出来要不要交就看你们了，对吧？啊，你要相信我是站在你们这里的，哎。策展人就是策展人，自己吹好瑞瑞。不要说我很会说话，我只是想要把事情查清楚，啊，后续怎么做我们再说。觉得黄总监讲的也是有道理。啊，那就赶快剪片，我现在就打给韩师。装水。你脑子在装水啊？我给你煮了咖啡。谢谢。你要摆这照片啊？要啊，怎么了？不好吗？你要摆，你摆新一点的，你不要摆当兵的时候的那么丑。哎，这是我们刚剪头发那时候，多有纪念价值啊！我的书记，你的书记怎么样？啊？怎样？怎样？哎，你看一下好不好？啊？我的，谢谢。好啦，大家都知道啦。嗯，啊，对啦，我有事要找你帮忙一下。啊，你有没有就是一些就是设计相关的书啊？有啊。嗯，你要什么类型的？你要借啊？不是啦，是快亮想要多了解子云，想要借一些设计相关的书。嗯，啊，你们这边有没有多的那些策展的书想要借的几本？我记得是有啦，但是因为我们刚搬过来，还在整理，我找一找。好，你找到通知我。嗯，哎，对，告诉你不要寄到爱情公寓，到时候那个宽亮的心意被大家知道就完蛋了。知道了，不要一开张就谈那个办公室恋情，你们两个真的哦。原本就在谈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小心后面我爸说这个不要碰到。是哦，家里面打长工。这是你爸喽，啊，这是你妈喽，后面那就是你啊，最小那一只啦。少一只啊，苏静蕾。旁边是我老婆。真的很棒，全展真的很专业。那您觉得不错就好了。哎，这些都是我们那个光大导演的。我姓郑，不姓光。啊，总之呢，就是谢谢孙副总对我们公司的肯定。啊，不过有一件私人的事情想要请教你。我就是炳文的妈妈。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，为什么从社会局通知你一直到了今天，你都不去接他呢？哎，我们是想知道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啦，还是什么难言之隐的？你可以讲话为什么要这么婉转呢？我就直说了，像你现在这样子自己过得很好，所以不愿意去接他了是吗？也不愿意去照顾他了是吗？你知道你这样子的行为是一个很自私的母亲。我们都认识炳文，尤其是朽命。炳文被欺负的时候，都是朽命在帮他的。这个黄黑人帮他温习功课，刚刚跟你签约的韩律师，
安抚他的情绪。你呢？像你是一个这样子不负责任的人，如果说今天你的商品卖到了市面，真的出了问题，你会负责吗？公司今天愿意帮你拍摄，愿意帮你宣传，甚至愿意帮你策展，但很抱歉，我个人不愿意参与。我想你们都误会我了，我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，我也尽力地想去弥补这一切，所以今天我才会买房子，就是为了接炳文过来一起住。我已经再婚，就我的立场，我必须得到我现在先生同意与支持，所以我才说我要买房子。是你介绍亮亮给我的，不是吗？所以呢？现在房子已经弄好了，我也可以将炳文接过来住。我就说嘛，怎么可能那么狠心的妈妈？我们好像误会人家了。韩律师，炳文。妈妈。韩律师，炳文。妈妈。炳文。对不起。现在才来接你，没事了，妈妈，韩叔叔都跟我说了，你要来接我了吗？当然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原来是这样，不过他的母子有团聚就好了。我是不知道孙副总离过婚再结婚，难怪我爸爸都不知道小孩子的事情。对啊，原来他妈妈真的很在意他。我觉得这一次真的算是我误会了。不过熊蜜真的很少看你那么生气耶。我个性就是这样子啊，就直来直往嘛，看不惯就是直接讲啊。兄妹，你是不是觉得炳文有一点点像你啊？也许吧，也许在内心的某个深处是这样子。但我是真的很希望炳文跟他妈妈可以有一个最美的约定。什么约定啊？姐，你知道我唯一记得妈妈是什么事情吗？那时候我很小，但却记得很清楚。妈妈离开的时候，我拉着她问，她什么时候要回来接我。她说，爸爸假如不要我了，她就会回来接我。现在好啦，爸爸去了天堂，妈妈也没有回来接我。他是不是忘了这个约定了？不会，
们还是不会忘记。真的吗？原来秉文跟妈妈有这样的约定啊，很感人呢。对啊，所以我一开始知道的时候，我是真的很生气。但后来反而是很担心，我担心万一他真的忘了这个约定，那要怎么办？但还好啦，现在都圆满顺利的完成。啊，打电话给你你不接，后来还关机，是怎样？啊，你重要的代志，安怎不跟我讲？我在法院处理官司，还有开庭。宾狗大喊同你讲电话嘅哈，你一起打一起打一起打，我唔关机都唔得嘅。啊，你可以先跟我讲你 schedule 是什么吗？我就不一起打一起打一起打了嘛。My schedule is not your business, OK？ 你少这边看拖你。还有啊，要是你先跟我说秉文跟他妈妈的事情，秀明跟那个光心的态度就不会是那样子了。现在好了，秉文跟他妈妈见面了嘛，他的病也不药而愈了。还是说我要安排你跟你妈的见面？你就不会那边一直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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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好啊，等韩晓过来以后，大家一起吃个饭，你敢吗？你是要害我被干爹杀、啊？你不敢吗？不敢你唔使讲咁多嘅，嘥你口水，讲咁多做咩啫？光临，哎，嗨，军中情人，你月龙泉保全没有瘦，阿美帮你过来。啊，秋婷跟我借书啊，说什么不要记得爱情公寓，怕宽亮的心意被子云发现啊，所以我就都带来啦。谢啦。不会。没想到秋婷的心思可以这么细腻。不对啊，我只有借设计的书啊，怎么会有这个策展人工作指南？秋婷说这个也要带啊。我知道了啦，一定秋婷还是想要的，她想要了解 Kelly 的内心世界，不好意思说。难怪她这么好心说要帮我借书。原来。哎，王总监韩森哥也在、啊。哦，他们两个在为秉文妈的事道歉过。哦，那我们过去打一下招呼。好，老样子。来，这样。王总监。Hello， 好巧。韩律师，坐。谢谢谢谢。啊，对了，听说你们的办公室啊，要跟志强的保全公司放在一起啊，啊，有没有需要我们群展帮忙的？啊，还是说你们什么时候要开幕，我们可以帮你办活动啊？你有听过美科奥吗？苏静是从美科奥出来的，人家需要你来办活动吗？啊？啊，不要这样说啦，那个黄总监，你不是刚拍完那个气泡水的活动吗？哎呀，那案子不嫌多嘛，办活动是小事，就交给我们这种贱民来做就对了。那个黄总监啊，这个以后合作机会还是很多的啦，不要急嘛。喂 ，Kelly，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8点以前，然后12点以后才可以打给我的嘛，除非是什么杀人放火的事情，不那种事情你找警察才对，不是找我。好了，你在哪里？他反差好大，嘘，反差听不到了。对啊。哎，包傻，你知道这个月老留言板吗？听说很灵嘞。哎，可是你看这里。一对一对的都已经成双成对了，为什么你没有把你跟小师妹的名字写上去？这个也要对方同意才行啊，这个留言板还要两情相悦才比较灵验啊。哎，那你有求过红线吗？听说这里的月老很灵耶。有啦，我有请耶稣帮我求过了。那你会求吗？很灵吗？所以你打电话叫奥德威来这边就是要问我会不会求红线灵不灵？看完了，这个问秋婷不就好了吗？那他跟叶叔都比较熟嘛，而且他有写过，你问写过的人才对嘛。我很忙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本来是要跟你说小师妹跟我说了什么这样啊。那如果你忙 ，OK 喽。啊不不，秀明跟你说什么，跟我有没有关系？哎，你不是很忙的没？现在突然不忙了，你跟我讲啊。你跟我讲啊。哦，请你喝咖啡，你跟我讲。说我对你不好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些都是小师妹说的，而且我觉得呢，是她的真心话。所以呢？那要看你有什么想法啊。我是知道她想要安全感，我已经很努力在做了。但是感情这种东西呢，如果没有感觉的话，要怎么谈下去？那你就让她有感觉咯。啊，废话，我当然知道啊。那要怎么样让她有感觉啊？哎。
但是你追他还是我追他，怎么会问我嘞？哎 ，Initially I don't know ask you one, but it's you who tell me 秀明的真心话。That means you want to help 啊 ？If you want to help, you must give me idea, right？ 你不要那边急巴急巴，你再问。哎呀 ，Then how？ 我已经特别的问他哦，到底是对你嘞，还是对小圆比较有感觉？But how？ 他说感觉是一种虚幻。Then what should I do？ What's your consultant？ Who's my consultant？ Lawyer Han。韩森？哦。打官司大了，包赢了嘛。感情啊，算了吧。他追一个朵拉追多久？10年。如果他是我的顾问的话，我要追秀明追多久？追到来生啊，来生缘。Let me think think。我知道。你就直接一点好了。你看哦，小师妹这种啊，对感情没有什么感觉的人，那你就要更直接的表达你对她的爱意，让她直接感觉到你对她的好。你这个傻学生很凹搭嘞。前面我是投变化球没错，但是后面我已经改成丢直球了，而且丢很久了，大家都看得出来啊。而且很难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啊，不然你直接冲了啦，直接上。直接上啊，然后再补票嘛。Please 哦，我不是这种人。你误会我的意思了好吗？想法那么龌龊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再直接一点 ，make sure she gets it， 让她知道你真的想要的是什么，跟你的想法是什么，讲到她明白为止。我已经常爱这样做了，那就更直接一点嘛。直接一点，直白一点，落狗一点，可以再肉麻一点。老公，这几份合约你看一下，看有没有要改的地方。好，我来看一下。你们还在忙啊？对啊，杨琦拿了一些合约给我看一下，我正在研究。合约的东西可以问韩律师啊。对哦，可是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空哎。我等他等他下班之后再跟他联络好了。他应该有空吧？我们刚刚在梦一期看到他。老公，你就赶快跟他联络啊，把事情处理完啊。啊，对了，公司同事会去工会受训，除了凯琳之外，我也会去哦。那是保全的受训，你去干嘛？我就也想要了解一下保全的工作内容在做什么，到时候就可以帮你嘛。而且跟佳佳请一个礼拜的假应该还好吧？哎呦，哪舍得我老婆去做保全啊？真舍不得啊。真舍不得啊！真舍不得、啊。好了，不好意思，我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公司以后要戴墨镜。谢谢。杨晴，如果要跟公司请一个星期的假，我觉得佳姐应该会爆炸。我是在想，你待会有没有空啊？要干嘛？我就跟你说完不安了，早就跟你讲过。所以你还在生气啊？是也没有啦，反正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情。我早就知道你会去帮你老公了。好，我只是去上课一个礼拜而已啊。然后我想说可以了解一下保全工作内容在做什么，然后也可以看一下其他同仁上课的态度啊，这样好做评比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佳姐。他只是去一个礼拜，一个礼拜后就回归美科好了吧？没错，开公司后续一定有很多要帮忙的啊。怎么样？你今天是来帮他说话的？我没有，我。啊，对了，看龙泉保全越来越上轨道，很替智长开心哎。什么时候开幕啊？你去庆祝一下，把祝福送上。对啊，开幕日期定出来，赶快跟我说，不然我到时候没空。是总编，没有问题，马上会告诉你的。不要生气啊，小气鬼。总监，这是气泡机发表会的企划跟 promo。就照这样子做吧。你怎么了呢？我关心你，你不说，那就当我没问了。
我要怎么样才能让你有感觉？你是在说感情吗？我以为你会先念我今天孙副总的事情。秉文的事情已经有一个 happy ending 了，那很好。可是我们之间似乎还是没有一个 ending。我们之间明明就有很多次可以突破。我还有事情，我先出去忙。你看，你又是这个样子。是不是 Kelly 他跟你讲什么？不然你不会突然说这些。我不否认刚刚跟 Kelly 是有见面，但是我很想知道我们这中间这些隔阂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突破。所以你是觉得我们之间没有进展？进展有啊， but like a snail, slow, very slow, extremely slow。如果你觉得慢的话，你可以不要，就上司跟下属的关系就好。你看，你又误会我了。我先出去忙。好，晚上跑步吗？我陪你。你看，被我说中了吧？既然有心理准备，那就不要太失望了。我已经尽量不失望了，好吗？还是佳佳，你要不要来我的智商中心帮忙啊？我怎么帮？我什么都不会。你看杨晴对保全完全不懂啊，但是他又肯学啊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应该要辞掉美高的工作，然后去学心理学，然后去帮你？还是你再过来，我不去帮你，那我明天就去帮你打扫拖地，这样可以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很羡慕杨晴跟志强可以一起工作而已啊。你刚刚就是在怪我的意思啊？没有，没有怪你，而且我怎么会让我美丽的总编扫地呢？嗯？对。哎，苏静跑去当老板娘，杨晴现在也要去当老板娘，该不会时间久了，连紫云也要去当老板娘了吧？那我没看到就剩我一个人。你想太多了啦，怎么可能只剩你一个人？还有我陪你啊，而且你还可以培养新的左右手啊，不用担心啊。嗯，你说的也对。嗯，那你当了左右手？我？可以啊，可是我很贵哦。你也还敢跟我收钱？嗯，开玩笑的吧。不用担心啦。嗯。哇，我来啦！大白天来叫来叫那么大声干嘛啦？子云来。他来上班吧，而且子云不是每天都来啊。好吧，我只想要问他新的 DM 设计好。你要叫子云帮你做 DM？ 不是啦，就是正阳说舞蹈教室变成一到五啊，所以就要重新宣传。因为我觉得课程集中一点比较好嘛，而且预留个六日，我们可以办一些特别的活动啊。更重要的是，要工作也要休息。对，这样说的没有错啦。课程太分散，如果觉得人数不够的话，这样反而事倍功半。That's right， 所以我才请子云重新设计啊。但你要尊重何老板，要问他一下啊。不用问过我啦，子云答应你就好了。你都不用担心子云的睡眠不足哦。啊，有何宽谅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帮你盯着子云的，让他不会熬夜。谢谢。欢迎光临。西普里一大早跑去哪里？现在才来。我还要去就那个邱总的家具，还要去逛一逛，我还要去多马斯肉林，这里以为我很闲。你还好吧？要喝牛奶？不用，都老怀害的。对对对对对。给我这个干嘛？你不是要吗？哎呀，投其所好就对了嘛，这样就可以多了解 Kelly。谁要了解？我等 Kelly 这次专心做完演唱，我再帮他做策展。乔婷，你这叫言不由衷，就跟小蜜一样，他明明喜欢一个人，然后又不承认，然后一直问我说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。哦，雪明又心动了，那我们来投票啦！投什么票啊？
我们来投他是喜欢总监还是小燕？你不要闹了啦！皮还回答你没？还没回答。那就回去加逼供啊！为什么要让李大秀？你还是我好姐妹。讲都你在讲啦，算了啦，我要回去。你要走了？啊，这边有小杨洋夫妻在，你们又不是人手不够。苏建啊，不用了，放在店里了，有空再来看。啊，你是不是怕大家去被凯莉看到？不过你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跟他说。哇，通常讲这种话的人都令人担心的，你就是会出卖人的那一个啦。所以到底喜不喜欢凯莉？没有。多蛋！先坐啊，我去倒水。来，坐一下。OK。一手。韩正，放轻松一点啦。今天是找你来我们家吃饭，等一下可以边吃边聊。虽然以量表看来没有改善太多，但是我有看到有几天你是蛮克制自己的。而且我还注意到啊，你最近洗手频率蛮长的，像现在又在擦手啊。我想说，手脏了就擦一擦。那我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？这个啊，我们再找时间聊好了。是因为我在这边不方便吗？我可以出去，没关系。不会啊，怎么会不方便？大家这么熟了，有话直说。好，那我就说了。其实呢，不断洗手也是强迫症的一种，我之前跟你讲过了。但是我担心你的症状里面还带了一点躁郁。是不是那个背骨仔爱护黄了又跟你乱讲什么了？他也是非常在意你了，也希望你可以注意自己的状况。所以我今天来这边，你主要是要跟我讲这些？其实那时候啊，你要跟秉文聊我会阻拦的原因，是因为我怕他的故事触碰到你。那到现在跟他妈妈团圆了，算是有个完美的 ending。但是你的问题呢，还是无法去面对的。我不是不去面对，我是有顾及到我爸爸的心情跟感受。那其实秉文怎么了？秉文他其实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，我觉得我们俩蛮像的。小时候他跟我一样，我们都很可爱。喂，彦明哦，怎么啦？哈？什么时候发生的事？总监，怎么不直接约公园就好了？哎呦，既然要陪跑步呢，就要从家里呢陪到公园，再陪回家，这样才可以展现我的诚意啊！多了，我们走吧。是谁啊？怎么不接？凯莉啦，一定没好事的。我已经跟他讲过了，早上8点到晚上12点都不要打给我，所以我不用接。搞不好他是他急事啊，那不然我帮你接。好，我喜欢你，你帮我接。跟他说我们那个拜访客户没有空。喂 ，Kelly 啊，总监说他不想接你电话，所以叫我跟你讲说我们在拜访客户。啊，你们在拜访客户哦。我们在这里是跟哪一个客户有约 ？Kelly， 你还会挑时间哦你。What are you doing here now？ 啊，你公司不是很多事情忙得要命吗？还不去忙？哎，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啦。我现在很 free 啊。怎么这么突然？是怎么了吗？哦，我今天去公司交接一些东西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开了新的案子，新的案子完全就没有我的份，然后呢，还要我打包走人，这样也太过分了吧？
啊，我为公司付出了这么多哎，我帮他们做这个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就不要难过了啊。你们回来啦！哎哎，秋婷啊，回来了，过来过来过来。怎么了？多大代志啊？啊，跟你讲啊。Kelly 他没有工作了。哎呀，没关系啊，你就专心唱歌嘛，我再帮你多接些工作。哎，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，我突然间就少了一份固定的收入。哦，以后怎么办？喝西北风哦。哎呀 ，Kelly 你不用担心啦，我们大家一定会帮你的。谢谢啦。对啊，你不要想太多了。那不然你跟我们一起去跑步啊，你这样跑一跑，搞不好就没有烦恼。啊，对啊，一起去跑步啊，累了就睡觉嘛，啊，这样就不会胡思乱想了。对啊，啊，不然你还跳舞？哎呀，我不想跑步，也不想跳舞，想要在家里好好想想以后要怎么办。不用这么客气的，你回去吧，还特别送我干嘛呢？没有关系啊，吃完饭总是需要走走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了，你刚讲到炳文的状况有点讲不下去，是因为佳佳在旁边的关系吗？现在被你发现，我又不是第一天跟你聊天。不是啦，我是在想，他妈妈发现他以后，他会想出去接他。我回来台湾之后，我妈妈却没有想要见我，那这样我算什么？所以你妈妈从来没出现过？有啊，有问题的时候呢？他就会出现了，就这么简单。等一下，你好像对你妈妈埋怨很多。好，那我们就换一个角度好吗？先试着转移你的情绪。你现在呢，就好好的跟朵拉培养感情。等结了婚、生了小孩之后，或许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出现了。那这不是逃避吗？这不是逃避，算是先试着让你转移你的注意力。能不能够改变你的症状呢？倒是其次，但是至少不会让你一直陷在这个情绪里面。你说转移注意力这方面，我倒是可以尝试看看。嗯，这些事情呢，就要靠你自己调试和改变了。我只能够提供方法，像是量表这些的，要做不做，都在于你自己。那你觉得我们的智商算是失败吗？智商没有所谓失败，只有听不听得进去跟做不做得到而已啊。你觉得我做得到吗？做得到啊，当然做得到，而且我们所有人都相信你做得到。好，我答应你，趁你们不注意的时候呢，好好检讨我自己。OK， 好，我们都相信你。川家跟徐明跑步啊？没有跑了啦。去散步吗？因为 Kelly 出了点事情。帮你本来要跟徐明去跑步，那出了点事情，所以你跑去帮 Kelly， 那你不是自找死路吗？我这个叫自投罗网，我居然跑到爱情公寓去了。对了，你刚去那个心理咨商回来？哎呦，怎么突然表情变那么凝重 ？What happened? We are brothers so many years. 你会觉得我这个问题好大吗 ？Hey man， 你的问题从来就没有小过啊！你看你啊，小气啦，啊，机车啦，洁癖啦，然后还有强迫症，那么多哎！哎，好啦，拍死啦，还卖生气啦，啊？啊，那个松林哪里会了解你？我了解你，你跟我讲，来，你跟我讲。You know 你的干爹为什么这么讨厌我妈妈？啊、oh, ，Of course。哎，你小二的时候，你妈妈跟干爹离婚嘛？啊，干爹就不能跑船，要回家照顾你。啊，因为家庭不能完成自己的梦想，啊，一定会很生气的嘛。到现在我在想，这个原因真的是莫名其妙。哎呀，哎 ，No matter what， 你们都是有血缘关系的，啊，一个是你爸爸，啊，一个是你妈妈，你没有道理去讨厌你妈妈的嘛。我又没有讨厌我妈妈，
我是不想让我爸失望，毕竟我来台湾是我爸跟我念书的，我妈都没有帮到我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看到炳文的关系，他妈妈来接他，你妈妈没有来接你。 You feel disappointed。 我是在想为什么我妈妈没有来接我。 Are you feel jealous? No。 啊，没有没有了，哎，不过干爹后来不是娶了阿姨吗？啊，又生了韩晓啊，你要觉得很开心才对嘛。啊，还嫌不够啊？啊，干嘛？又不讲话了？啊，就是这个样子，问到重点的时候都不讲话，啊，这样谁会了解你？所以你觉得我的问题真的好大啊？哎，算了啦，啊，你连对我你都不敞开心胸嘛，啊，至少你要跟朵拉讲，她很关心你。我们大家都很关心你的问题啊，想要把你的强迫症治疗好，要不然我早就搬了。那你要搬随时可以搬啊，你赶紧整理行李快去。好啦，总之你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跟我讲啊。虽然 I'm not psychiatrist but I'm a good listener， 啊，朵拉问我很多东西我都没有跟他讲，所以你跟我讲很 safe 的，很可靠的，来跟我讲。哎，要不然我们等一下出去喝一杯嘛，啊，一瓶 whisky， 那放松一下，你就会讲出来了。I don't want to go out。啊，好了，那就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哎，姑娘，今天要帮你当人肉快递吗？哦，水果等一下再切吧，我们先打扫。我跟你讲哦，儿童乐园的事情戏不出卖你，子云知道了。啊，子云又怎样吗？他叫我们不要跟你讲，因为他怕你为难，所以你就装作不知道。坏公你，哎，正在打烊。这么晚人怎么会来啊？哦，因为我今天加班加比较晚，想说你们应该在打烊，所以就过来帮忙。既然子云来了，那我就先回家喽。哎，子云加班这么晚也累了。哎，我这一整天也累啊，不？没关系啦，我刚好做了一整天，正好活动一下。你先回去吧。那我先回去了，拜拜。哎，顾信。哎，我是给你多少机会了，你自己好好加油，把握机会啊。那你东西要先放着一下。哎，对，这次我先拿回去了。阿西不是说要放店里面吗？我在帮他，关心人家就要让人家知道。拜拜。拜拜。好。那我去扫地。哎，子云。那个。现在没有工作了，开销又那么大，迟早会用到存款。我希望你可以把《正好爱上你》这首歌呢授权让我唱。我跟 David 见面的事情，你为什么要跟秋婷说？去哪里啊？还是没接。那晚上去哪里？厂商希望我们现在可以拍一支新的，主要是用花美男来包装。茉莉广告要红了，我可以把这个广告拍好，但是我们这一次就不要让果良参与了吧。你看我们公司的业绩跟去年相比下滑七成，七成这么多。走着走着，我忘掉自我。不怕不怕，有你在前头。So beautiful, so beautiful. I check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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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check,
开心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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